了吧？你妈不会吧？这么早应该不会出去。你爸？看他们门关着，应该还没睡醒吧。我爸？昔日东升映朝霞，何气斗魁好年华。我爸？你打开沉默的心结，所以永远不会胆怯。无遮黑吧，你妈不会吧？这么早应该不会出去。你爸？看他们门关着，应该还没睡醒吧。我爸？昔日东升映朝霞，何气斗魁好年华。我爸年纪轻轻的就弹窗，不行，我得叫他起来。鬼，你去哪儿啊？鬼！爸妈，爸妈，叔叔阿姨早。你们怎么换房间睡啊？不叫父之过，是我管教不严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啊。干什么呀你咬文嚼字的，不就是哎孩子们谈个恋爱又不是什么坏事，看你说的那么严重，真是的。文君姐啊，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孩子们谈恋爱的事儿，想不到他们俩孩子的感情已经这么好了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小顾小的时候，他换尿布还是我教给你的呢。是是是，所以说这俩孩子吧，就特别有缘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们早就成娃娃亲了。就是。这样吧，咱们索性今天就谈谈结婚，反正他们也快毕业了。你说呢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成亲家，不是经常可以见面了？对呀，对呀。索性，今天就这么定了。嗯，咱们看看黄道吉日。哪天好，给他们定下大喜的日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不用不用，现在啊，手机上就可以查黄历。是吗？让我看看。哎，真的，你看。哎，文君姐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婚房也是现成的，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，都可以用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挺好的啊。哎，要是咱们把这钱省下来，给这个小两口买个代步车，我觉得不错。是不是啊？是啊是啊。哎哎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日子，这个日子挺。干嘛？大人说话呢，不许打岔。这个一婚一嫁，这个日子就特别好。我们俩热火朝天说半天了，是不是听听孩子们的意思啊？哦，儿子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尽管说出来。啊，对对。我们都已经成年了，我们自己可以做好对未来的规划。所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装修，不买车，不定日子。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。我也觉得他们现在太小啊，
这事啊，得从长计议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该上学的上学，该上班的上班。我们会结婚吗？为什么不会？我就是问一下。那你刚刚说不要胡思乱想。我要回家了。你是谁？她男朋友。啊，反差萌。不过你还得跟他们证明一下。司徒墨。嗯，我没罪。圆圆爸爸是谁？你。圆圆妈妈是谁？我。你们。圆圆是谁啊？这么年纪叫孩子了，看不出来呀。对呀。我要吐。我吐不出来，你帮帮我。帮不了你。那你让圆圆等我一下，我努力努力可以吐出来。圆圆不在。不在。去哪儿了？圆圆去哪儿了？你叫她一下。喝那么醉。我就想吐，你就打我一下吧。我们回家吧。